17岁的章子怡到底有多撩人？当看到照片后，网友这才是真正的玉女。比起其他无背景的女明星的成长之路，章子怡可谓要更加一帆风顺，出道即是巅峰。有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作为加持，保佑她进入演艺圈之后一炮打响自己的名声。随后又在许多重量级的电影节目中获得很好的成绩。回看章子怡大学时期的照片，才知道17岁的她到底有多撩人。那时候她满脸胶原蛋白，不施粉黛就已经惊为天人了，看起来清纯稚嫩，笑的时候仿佛有一种天然的引力，似乎把你吸入了他的眼眸。亭亭玉立的姿态，眉清目秀的模样，简直要迷倒一大片小男生。网友表示，这才是真正的玉女，简直美得摄人心魄。果然配得上国际章这样的称号。如今的章子怡已经42岁了，依旧风韵犹存，女人味十足，可谓是人生赢家，事业婚姻都双丰收。在给汪峰之后，两人感情一直很好，经过兜兜转转，也许汪峰才是她生命中的那个人。现在他们一家人过得十分的温馨，让人非常羡慕。你喜欢章子怡这样的女星吗？